柳岩被称为性感女神，穿衣风格在圈子里也是非常大胆的一位。因为身材被网友们喜爱，一向保持完好身材的柳岩遇到紫色保守礼服的马苏也只能甘拜下风了。郭晓彤看起来挺羡慕呢，马苏显得很自然，她比柳岩小一岁，看上去非常性感，郭晓彤一脸羡慕。